哇，正手连续拔住侧身反拉，球的最前点啊，球一起跳就出手。林高远反手，主播有讲到是在波尔还有瑞典的 Moga 年轻小将， 哇，都拍的来回。 就是他如何能够把整个全局的这个局面给控制住，这是最主要的。嗯。哦，哎呦！看见了吗？看，你看现在就。 Wow, that shot's not coming back. Beautiful. 这时候如果轻轻摆一个半出台啊，让林高远来拉看看。哦，打起来其实很快是能够拉开的，因为毕竟他们都是实力相近、强的选手。这就跟第一局哦，这个林高远哦所熟悉的这个。 Says, sim it down now. Slows him down a little bit. Oh, here's a foul. 后面可以等好怎么去衔接你下一颗球。对，这变得比较关键。反正连续三板抢。Yeah. The first two games, 11-6, 11-7. Then Zhou Yu managed to. 好球！嗯，好球！哦，好球！小池，漂亮！哇！